看不上台湾这么的优质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就是比如说在这边是不是可以买到台湾的海产，嗯，或者是我想金沙湾这边还是临海的，所以一些海鲜应该也是都可以买得到优质的海鲜。那如果是比较内陆的部分呢，可能就比较困难。那其实海鲜呢它要保鲜，有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保鲜剂等等的问题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有一些商人呢他会添加一些不该添加的东西哈，那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比较有保障的商家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这边，其实那个北加州真的得天独厚，这边有海港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渔港可以直接上船买螃蟹哦。对，螃蟹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海鲜。对。就是因为产区嘛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对。肉的部分，它为了要保持它的其实美国在这边，我想美国牛肉是他们的每个地方的一个产区，所以这就毋庸置疑了。那如果是说其他别的部分呢，就可以由我们肉眼里面去把它判定，如果摸起来有弹性的代表新鲜，如果呢压下去呢它弹不起来，它的那个肉呢是代表不新鲜，包括鱼肉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对。好，谢谢主厨帮我们解说。好，然后我们可能在最后三个问题。这个第一个，刚刚炖牛肉如果说是要用压力锅，大概要炖多久？压力锅的话，它可以减少到20分钟至30分钟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是整个是密闭式的，对，所以它的温度不会变好一点。Okay。 对。那我自己有时候在用压力锅做菜，我会觉得说，肉质是有软烂，但是没有入味，那是不是还要再浸泡让它焖久一点？对，或是隔夜？比如说台湾的那种地摊啊，哈，那也要软，也要入味。所以呢，就是要时间它是已经软了，可是还没有很入味的时候，你就让它浸泡，汤汁它慢慢的渗透啊，就这个原理。好，那我们再最后两个问题，台式炒米粉要加多少的油葱酥？好，油葱酥适量，其实过多了你就整个香喷喷的。然后呢，其实这边油葱酥的取得也不容易啊。而且呢，在卖场里面呢，那个油葱酥，我看了都真的是，这个让我不敢去碰，因为呢，一点点就20块美金了啊。所以呢，那个只是因为添加了一个我们这边叫香料啊，那些新香料，其实够了就可以了。所以还是自己制作的最好，对 ，CP 值最高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波霸奶茶已经是世界有名的饮料，从你们美食专家而言，对波霸奶茶有何感想？好吃的东西，如果身体允许，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喜好。如果呢，你也想尝试，可是这种糯米第一个不好消化，第二个奶茶的奶精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你想吃就吃，但是不能一天吃了好几杯啦，顶多两天吃一杯，或每天喝一杯都已经超量了，对，因为它的热量其实也是蛮高的，因为它是糯米去加工，而且呢，那个奶精呢，它的那个油脂成分也非常的高。虽然是美味啦，解馋是可以，但是不能把它当做食物啦。对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有无甜点不？有甜点吗？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，四个字。西瓜。好，跟你问的对不对？不想吃啊。我们期待下一场啊，下一场就看你们这个地方弄个教室，我们有做什么呢？做那个就是翻皮的那个月饼，因为也临近于中秋节了。中秋节呢，我再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，就是说中秋节呢，我们饭店呢是目前全台湾只有我们厨师手工制作的月饼，因为现在的月饼几乎全部都是由
工厂机械来取代人工，可是呢，因为我们呢都一直用手工来制造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原本也有要，那因为呢，旅行社跟我们讲，哇，那不行，你们会卡关，所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之后呢，只好放在台湾了。哎，对，那如果说各位啊，我们乡亲啊，我们的这些侨胞朋友啊，有要回台湾，你来找我，我可以呢，请各位来品尝月饼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我们非常的感谢啊，非常感谢我们侨胞朋友今天的踊跃啊，还有感谢我们理事长、我们总干事，还有我们工作人员，真的是啊帮了很多的忙啊，所以来这边时间真的是很急促了，但是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莅临，还有帮助我们把今天非常的顺利，我们也非常谢谢，不知道今天的菜色的口味啊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满意，哎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哎，好。谢谢人一家刘主厨哦，今天非常精彩的示范。